刚刚下了一场大暴雨，那雨就像是一盆一盆的水往下倒一样，所以导致我的这一个多肉区，大家看，很多花盆都像是泡在这里。因为这个砖的话，它在这个地上，它这个排水性不是很好，如果雨太大的话，就容易积在这里面。所以现在我要来给它把水给挖出去。平时那种不是特别像今天这种大雨的话，是不会存在这一个问题的。看这边上的这个水是一直在往外渗的，但是这样渗出来的话时间有点慢，而这个多肉的话在夏天是最怕这种积水的，何况它还是泡在水里，所以我赶紧来帮忙。这个水现在已经是排的差不多了，看上面都没有水了。还好这个多肉是盆栽的，不是地栽的，如果地栽这样的话，分分钟都会被泡死。所以如果你想地栽多肉的话，要么这个花池的排水性一定要做得非常好，要么就是高一点，垫得高一点。今天就看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继续。